是可以让它清楚吗？可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一至三这节我们要讲的是函数。那你国中都学过函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东西你应该懂了哈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说 y 是 x 的函数，那表示什么？就是说，每一个 x 都刚好只有一个 y 跟它对应。但是，是不是说每一个 y 刚好一个 x 跟它对应？不一定。好，但是每一个 x 就刚好只有一个 y 跟它对应。那这样叫什么 ？y 是 x 的函数，有一点点。文言文啊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y 是 x 作为函数嘛？那意思就是说什么？就是你 f y 就是 f x， 那它你会有很多 x 组成的，然后你丢一个 x 就出来一个 y， 你随便丢一个三进去，那就会出来一个值嘛，对不对？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出来？好，那这个值是固定的，你第一次去丢三进去，下次再丢三进去还是同样的值，不会变嘛？不是，我现在第一次丢三进去出来是五，第二次丢出来变十，那不行，那它就不是函数了。那你三就对到五，又对到十，就一个 x 丢进去有两个 y 跟它对应，那就不符合这件事，好，不符合这件事。好，还有就是这讲的是 y 是 x 的函数哦，不是 x 是 y 的函数。如果改成 x 是 y 的函数的话，那这里就刚好相反。是每一个 y 刚好恰好对 x 跟它对应的，好，那你这个就会写成什么 ？x 等于 f(y) 啊，好 ，x 等于 f(y)， 那就等于多少 y 乘上 y 平方减六 y 加，比如说这些，好，那这个叫做 x 是 y 的函数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探讨的几乎都是讲 y 是 x 的函数，好，那基本上你这个完全懂了，你这个你就自然会用。所以这个我们就先不讨论这样子。好，那它可能是讲这个集合型啊，集合型它给你一些，比如说啊，比如说 A、B、C 啊，那这个可能是啊五六七啊八啊随便。那你在对应的时候 ，A 丢进去会出现一个值 ，B 丢进去又出现一个值 ，C 丢进去也出现一个值，那这样可不可以？这样是一个函数吗？这是不是一个函数？那我就要问说，你丢 a 进去出来的值会不会改变？会不会不同的 ？a 丢进去应该出来是五，你再丢一次 a 还是六？丢 b 进去呢，出来是六，再丢一次 b 还是六？丢 c 呢也是六，丢一次 c 还是六？所以符合这个这件事情，符合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其实一对一是没有问题，多对一也没有问题。好，所以你符合一对一，好多对一，这个都是 OK 的，都是 OK 的。但是，如果你是这 A、B、C， 然后五六七，好，这 A 排五 ，B 排六，好，那这 A 呢又排七。好，比如说这样，那 A 丢进去等于五还是七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丢 A 到底是等于五还是等于七？不晓得。丢 A 进去的时候可能等于五，等一下丢进去可能等于七。那这样符不符合一个 x 恰好一个 y 对应？就不符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不是啊，这个就不是，就是一对多。你看，这一个对多个，不是，或者这一个它没有跟它对应也不可以，好、哦，就是您去对这里，反正抱歉，对，一个这边有，但是这边没有跟它对，这样也不行，那这个都不是函数，不是函数，所以不是函数是。y 不是 x 的函数，那你 y 不是 x 的函数，有可能 x 是 y 的函数，反过来有可能会对哈。好，所以你这一对一跟多对一是 OK 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跟列表，好，列表它也是一样啊。那当然这个你写 a、b、c 也可以写数字啊，比如说这个是四、五、七，有没有关系啊？第一个会对到一个哦。
那这边也是一样，如果是 A、B、C， 那这个有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好。如果你是 A、B、C 针对了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那 A 六进去是五 ，B 六、一、六，这个都没有问题，这个其实就是一对一。那如果这里跟它一样呢？这可以吗？这可不可以？七丢进去是七，你再丢一次七，还是七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对，你丢猪进去也是七，再丢一次猪还是七，丢很多次猪还是七，不会有问题。好，所以这个还是符合这样，所以它是 OK 的。当然了，那但是如果是是你原本的 x， 有没有？两个都一样，两个都一样，其实是一个啊，一个就对到不同的嘛。看起来好像是都一对，但是其实这两个一样，所以是一个 a 对到两个 y， 有没有？是不是一对多？一对多是不行的啊。有人说这个记忆方法，就是说如果打架的时候，一个一还可以打，很多人打一个，当然可以打。但是如果一个去跟很多人打，也没有打起，那个打是千万不要去。所以这不行啊，这不是好。我这种记忆而已哈，千万不要打架啊。好，在数字数学四字形，好，那这个。就是说你 M 的 X 如果长这个样子，你第二个 X 就计算出来就一个结果，这第二个就得到一个结果，它不会重复了。你丢 A 进去得到的结果，再丢 A 还是这个结果，所以像这样子都没有问题，这个也没有问题，这个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如果是这个样子，可能就有问题了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因为你的 Y 就是 M 的 X 有平方啊。MS 就是 Y， 那它有平方的时候，你发现，比如说我随便带 X 等于一好了 ，X 带一进去，那这里是不是就等于一？那 Y 平方等于一 ，Y 等于是多少？是正负一。当 X 等于一的时候，你对到的 Y 它是其实是正负一，一个 X 是对到两个 Y， 那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一对多，对多的也用 pass， 不行，不行。所以这个，这个 y 会有两个，y 会有正负一，所以，这个就不是函数，不是函数的意思就是不是 y， 就是 y 不是 x 的函数，好，那它其实 x 是 y 的函数，对这个来讲，x 是。因为它是一对多啊，一对多。那如果反过来就变多对一啊，多对一就可以。好，再来图形啊，图形。如果你是这个样子，这上面任何一点它有一个 x， 有一个 y， 这个 x 0丢进去就得到 y 0，你再丢一次 x 0还是 y 0，每次丢它都在这里。如果你丢不同的 x， 又得到不同的 y。那这个其实是一对一，是一对一。那这个一对一当然它是函数图形，所以这个是对的，是对的。那如果长这样呢？长这样是吗？它是函数吗？就是说你上面随便一个点也是一样，会有一个 x， 有一个 y。那这个。x 0丢进去，它对到的就是这个 y 0，也不会改变。再丢一次 x 0只有这里有吗？出来还是这个点，还是只有 y 0，在这条直线上，这个图形上只有一个点而已。好，但是我刚才讲不行的了。如果是长这样呢？好，这样的话，它的缺点是什么？就是这边随便一个点，这个 x 对的是 y 没错 ，x 0丢进去
x2y， 可是 x0 这条线上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在你的图形上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它也会对应到y1， 对不对？这个 x0 除了这个点可以对到你的 y1， 在这里你这个图形上也有另外一个点可以对到 y1 啊，是不是一个 x0 就对到两个 y？ 好，所以牵直线如果图形跟牵直线有两个交点或者以上，那这个就不是哦。牵直线哦，图形。好，与牵直线有两交点或以上。是美学。好，这就不是了，这可以吗？所以我现在如果说画一个，请问这个是不是函数图形？这是函数图形？不是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上面的一个 x 零会对到东一个 y 零、两个 y 零、三个 y， 好，一个 y、两个 y、三个 y， 好，一个 y 零、y 一、y 二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就不是，哦，不是。好，那。那我们整个它的表征大概就是四种，